哦，然后就可以交给他当作业就对了嘛。哦，那 Notion 的好处啊，除了它可以建立网站之外呢，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这样一键复制带走，一键复制带走，哦，然后 copy 到自己的 Notion 里面。好，那我建议哦，两秒坐在一起，然后互相支援，就是彼此在那个时候会比较好的。哦，好，那这里啊，我就。